为了象征我俩对彼此永远忠心，爱情永恒，我仅送你这枚戒指和你结婚。嘉宾、各位亲戚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非常欢迎你们今天出席这个婚礼的这个宣誓仪式，同时你们也是个最好见证人之一，见到这对的年轻的新婚夫妇的婚礼的进行过程。那么我们仪式现在开始了，赵玉亮先生，对啊，彭伟小姐，我想知道你们两位现在在这里是否自愿要结为夫妻呢？是啊，在还没有正式结为夫妻之前，我有责任让你们知道有关新加坡的法律，结婚是由一男一女自愿的结为终身的伴侣，而不涉及其他的人士，同时要做一段这个婚约的誓言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的啊，赵玉良先生，你是否愿意接受彭伟小姐作为你的太太，并在合法的婚姻地位上而生活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啊，你是否一直爱她、尊敬他、安慰他，并且其他的人永远对他忠实，你会吗？会。那我现在问这个新娘了，彭伟小姐，你是否愿意接受赵宇良先生作为你的丈夫，并在合法的婚姻地位上而生活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你是否一直爱他、尊敬他、安慰他，并且其他的人永远对他忠实，你会吗？会。会呀、那么现在你们交换你们的定情信物戒指了啊，赵宇亮先生，请你把送给彭伟小姐的戒指，请你戴在了左手无名指上。好、对。彭伟小姐，请你把送给了赵宇亮先生的戒指，请你戴在左手无名指上。好，请两位手牵着手来。念这个婚约的誓言啊，从这里看，为了象征我俩，一起念还是？可以啊，比较方便了啊。为了象征我俩对彼此永远忠心，爱情永恒，我仅送你这枚戒指和你结婚。啊，这样对了，很好很好。赵宇良先生，彭伟小姐，既然你们两位在我的面前表示愿意过这个婚姻的生活，同时也曾经念了这段婚约的誓言，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结为夫妻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Take it away.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。
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和彭伟的婚礼。在这里我先敬大家一杯酒，感谢大家的光临，谢谢。现在让请家长代表我的妈妈来为大家讲几句话。上这边来，上这边。不要客气了。各位朋友们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今天呢，是我儿子赵一亮，我的儿媳彭伟的结婚大喜日子。作为做妈妈的心里非常高兴。那么今天呢，只有我一个人来，他们的妈妈呢也有事情不能前来，那我代表几位家长说几句话。首先我欢迎各位从百忙当中来到这里参加他们的婚礼，我表示热烈欢迎。我的儿子呢和儿媳彭伟，他们呢经过多年的交往，他们呢能够互相理解、互相帮助、共同进步，所以我们在国内呢也感到非常的欣慰，感到他们的友谊非常的纯洁，是发自内心的。所以今天呢，他们能够同结那个喜结婚宴。是吧，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幸福，白头到老。最后呢，祝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温馨非常幸福的时光，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，谢谢大家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嘿嘿，叮当听着礼堂的钟声，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，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